定知道吗？国家都有规定了，您不知道？国家不规定戴口罩，医院规定，国家规定了已经。您看看新闻去吧。新闻嘛，你拿来我看看。你管我新闻搁哪儿看？我回家电视，你限制不让我看，你知道吗？看，您既然配合您妈打算把电视工作去了，你们这都是雇佣的，知道吗？可以不雇你，知道吗？知道医院雇你，您在这儿不雇你，说你在我这儿是哪儿的呀？我戴手罩不能进，戴口罩没有用，戴口罩有病，戴口罩没病，戴袜还用？戴好多久？这种时期报警，你报了自己不行吗？你去叫去，把警察叫来最好，把公安局叫来最好。刘老师，报警了。刘老师，你报吧，你报。刘老师，报都不行，你报吧。报警了，老师。报。你要配合一下，配合吧，为您好，为您好。病了，你在这撤人；不看病，你在这撤老鼠。刘老师，我跟您都闲着没事干呢。刘老师，刘老师，这是把门不让别人进，你不是为了看病，这让我测完体温。鸡贼，随时进，你把门不让进。您进可以，您测体温，您测体温叫麻烦，测体温是看病的，我不是看病。刘老师，我跟您说，为您好，医院我不是看病的，完全的地方，我不是看病，我告诉你，知道您不看病，有病的测体温。发热的测体温，不发热都因为必要测体温。你怎么着？万事都吃饭哪都不知道，还废了，废话都是。刘老师，我告诉您啊。